心理创伤。首先，看到大家能够利用假日的时间到道场来持戒念佛，正受八戒斋，非常的难能可贵，非常的值得赞叹。那么首先一样的，我们八关斋受持的功德为大家简单的讲解。我们这个八关斋戒，这是佛陀为在家众所施设的一日清净戒。这一日一夜受持清净戒，让我们的身心得到清净自在。有的人觉得受戒很拘束，很多的戒条规定，这个不能做，那个也不能做，通通有许多的限制。尤其是一般的社会大众听到佛法，甚至听到这个受戒，都会退避三舍，觉得受戒啊很麻烦，很拘束。怎么能够清净自在呢？清净或许都一般的观念还想得通，自在自在就想不通了，这么多的限制，这么多的规定，怎么会自在呢？那这就是受戒它最深的意义，比较深层的意义。那我们觉得受戒都是这样，觉得受戒很拘束，怎么可能自在？一点都不自在，只会觉得很拘束。那是因为我们凡夫当然是习气烦恼深重，智慧浅薄，烦恼重，习气重，烦恼当然是负面的，习气更是负面的，所以这些我们都非常的慎重，不知道我们的所作所为很多的错误。不知道啊，因此就会觉得这些戒条的规定很约束，很
很拘束，很多的不方便啊，就是因为我们无始劫以来在六道当中生死轮回，累积了许多恶的习气，反而觉得这个恶习气自在，不拘束，但是这些所作所为所招感来的，那就是我们身处的六道啊，在六道里面受苦受难，受尽折磨，有的人也会觉得还好啊，虽然是有些苦啊，但还不至于所谓的受苦受难，那是因为我们现在在人道啊，而且是健康的人，不是盲聋喑哑，不是有缺陷的，所以很多的苦，很多的苦难，我们可能体会不出来，甚至不知不觉，不知道，没有感觉。当然我们是一般人啊，所以会有一点苦啊，生活上的啊，还是会遇到很多的不顺利啊。如果你是盲聋喑哑啊，那你就会感觉到人生苦难，这是在人道。如果在畜生道、恶鬼道、地狱道，那就真的是受苦受难。所以真的要觉悟，要好好对六道当中的苦难、险恶、现实、折磨、煎熬，真的要好好去思维体会。那如果对六道的苦难不知不觉，甚至觉得还好，那也会对我们念佛产生障碍。产生什么障碍呢？你的出离心不坚定。出离心不坚强啊，因此念佛就悠悠泛泛。我们生生世世也不知道念了几生几世的佛，还没有往生，还没有得生净土，
可能就是刚刚以上所说的种种的障碍。刚刚讲持戒怎么会自在呢？因为我们不了解持戒是不伤害自己，进而不伤害别人，这是持戒真正的意义。那我们被规定很多事情不能做，那都是属于我们的恶的习气，不好的习惯。那我们过去做习惯啊，觉得好像是对的，那好像没有什么不正确，做起来很顺手，其实它都是错误的。怎么错误呢？伤害自己又伤害别人。我们不知道啊，不知道我们这样做会伤害自己，更会伤害别人，不知道。你看我们的智慧，我们的观念多么的浅薄，这个不是什么大学问，一讲出来大家都听得懂。那像八关斋戒，七戒一斋，这都是保护自己的，对自己好，对别人也好。知道的人也不多，大部分都知道受八关斋戒、受戒啊，乃至于五戒、十戒、菩萨戒。都是自己个人的受持。菩萨戒会讲到大众，可能会对大众有一点观念。不能深深了解，持戒是保护自己，也不伤害别人，因此自在。清凉自在，你不犯错了，你就不会有恶的果报，不会受苦受难，不会有苦难的果报折磨你，那当然就自在了。这样才能真正得自在。一般人觉得无拘无束是自在，那是眼光短浅，就看眼前，就看他照做这件事的当下，事情做完了他都不知道会得什么结果。
有什么东西在后面等着他，他不知道。凡夫就是如此，因此凡夫，凡夫为果，菩萨为因。凡夫啊，等到果报现前了，才害怕。害怕，还糊里糊涂的害怕，所以叫做惊恐。我为什么会这样？我为什么会得这个果报？我为什么会这么惨？果报到了才知道惨痛、苦难。但是你造作的时候，你不知道，你伤害自己又伤害别人，不知道，完全不知道，那就是因为不知道，你才会去做，完完全全不知道啊。所以我们凡夫，人道的凡夫，我们现在做人还有一点点浅薄的智慧，可能做某些事情会知道做错了，畜生、恶鬼、地狱啊，那几乎做错事了，完完全全不知道，因此受极大的苦难折磨啊！因为他不知道，所以任意造作，胡作非为啊！所以就到善恶道去受苦报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持戒是保护自己，不伤害别人。真正知道持戒这个道理，还要经过思维，要思维，要常常去想。持戒是可以保护自己，是不伤害自己的。要常常去想，更不伤害别人。要想，要常常思维，思维这个道理，思维久了，你才会下定决心，愿意去做，愿意去受持，进而努力认真做到。而且很欢喜的去做。如果不懂呢，那就会有一点强迫自己，强迫自己要去做，强迫绝对不能做到圆满，因为强迫多多少少有排斥，不愿意，所以叫强迫，乃至于强迫自己去做，这就是对持戒的好处的利益不了解，不明了，因此虽然知道它很好，听佛陀讲持戒清净自在很好，会去做，会去受持，
啊，但是总觉得还是很不自在。但是自从知道所有的戒通通是保护自己不伤害别人，真好啊，真好，真好，怎么不认真去做呢？慢慢要说服自己，让自己了解，深刻的了解，你就会渐渐对持戒会很高兴、很法喜的接受了，然后渐渐把它圆满。学佛也是一样，为什么学佛能精进勇猛？就是懂得学佛的好处利益。这么好怎么不做呢？对自己好，对别人也好，怎么不做呢？不做，不做，那就到三恶道去受苦。所以我们第一个对持戒要有这样的认识，我们就把这七戒一斋功德简单的为大家再叙说一遍。八关斋戒，那我们讲过前面七条是戒，戒就是禁止、遮止，让我们不要去犯，因为通通是会伤害自己又伤害别人。最后一条的日中一时，这是在，所以这八条是七戒一斋。那么这八条，第一个不杀生，第二不偷盗，第三不淫欲，第四不妄语，第五不饮酒，第六不着香花蔓，不香油涂身，即不歌舞娼妓，不往官厅，第七不坐卧高广大床，第八不非食食。第一个不杀生，不杀生，我们得什么好处呢？健康长寿。不伤害生命，这个也是不是很深的道理。不伤害生命，当然得了健康长寿的果报。第二，不偷盗，得财物藏宝的果报。偷盗范围也很广，偷盗叫不逾矩，不逾矩就是没有经过，没有得到这个物品没有得到主人的同意，你把它拿走，甚至于移动都是偷盗。因为移动了，主人就不知道它在哪里了。人人念弥陀，弥陀心中坐，法莲处处开，净土自拥有。老年生活何处去？要如何找到心灵的归依处？上进下功老和尚的悲愿，为一切有缘大众修身养老，往生净土设下，发愿在这一生要求生净土，打造生命最好的归宿。
欲缘乘船弥陀无尽愿，与缘深入弥陀无尽愿，随缘弘扬弥陀无尽愿，和缘共住弥陀无尽愿。上敬下空老和尚弟子，台中法莲净土学会商务下广法师，发愿在台中太平筹建光寿山法莲佛陀教育学院附设弥陀村，目前园区正在续建中，呼吁善信大德发心护持。您的点滴护持不仅是打造一座弥陀村，更是为自己及后代营造一座安身立命、长养慧根的人间天堂。邮局划拨账号22703000，22703000，户名台中法莲净土学会，洽询电话04-2291-3567，04-2291-3567，0919-952-231，0919-952-231，功德无量。